7:54，现在7:54。Thank you.
Oh,
心点哦。
山大少爷吗？
呢。过去有点晚了，8:40。这边主要是有两个很早就认识的小朋友在跳舞，小女孩跳得非常好。之前在锦华大厦那边在跳，我开始拍那个古装舞的时候，第一天、第二天就在那个锦华大厦那边。
等一下就取走一下，我们都签了关系。取走而已，就是他们在我们那边，因为在那边跟他们谈谈了完了，穿的短裤，人家穿的短裤，真的，好热哟，看什么石头老的。Square about 40 minutes just here Jingwei Center. Because I just open World View, right? Just compare. Thank you.
secret， 成都 street。成都 ，waiter。他的 many many。Look, how many people take a picture? Take a picture or take a video.Maybe 400 people, maybe 500. Roma in many, many people, but maybe, I guess maybe 300 people. Today I have a, I look my, before I have two children, two girls, about the age of 10.Before I made my majority, just take a hair, take out my radio. The girls were very cold. Yes, she's very dangerous. Changing, because the weather is hot.Today is look up 30 degrees. Tomorrow 27. Yes, baby. Me too. I love song. The music. I don't know the music name. I don't know.
about 2 years ago, I'm his teacher. Today, I don't know. I think I have a copy. Are you here?
Saturday. Okay, I see here Elon Musk take it to here. Look.
为什么？啊哈！我这边没人。Maybe I need to tell OG send my music of him.
很贱，无理有度，投诉都欠的，不打难过。
过来点，好吧？哎，他那边漂亮。我刚刚在这儿，我们走的走的刚刚跑得很快吧？我去取车，我那要走的路嘛，那边走。我也想走。他两个一起照进去。我。不是不是，他就发了三个，那中间有两个的。哎，你这个是咋卡起的？这儿具体把它卡到上面。我直接突然想到的，你没得支架，我就直接有力量把压着这个。嗯。它不容易掉吗？呵呵，对，云峰只要拍他们，对对对。啊，又开始。云峰他们拍是不收钱的，免费的。在抖音。他昨天晚上他有问过，他说平时不收钱，那收好多钱，为什么不收钱呢？那是有那个不是有些就是昨天晚上不是有几个人吗？嗯，我也不收钱。对对对，也是中间有那个天葬庄的是吧？哎，对，那是给家，那是。给家。对。哎，反正长得有点儿。很帅嘛。哎，那边我们那边也比我很帅的。对呀。嗯，有三十个。男生啊？对。下边直播开着了吗？这边是直播。哪儿的直播？这有油管。这是。国外的。国外的。嗯，对，那边的。油管的。46吧，46。前头少了，前头人多啊。他九点半都散场了。YouTube 怎么样嘛？就刚刚做。YouTube 有可能刚还可以吧。以前我封号的时候，我想过去那个地方，在这儿，在这个软件上面播。后来想了一下，算了。主要还是有人才行，没人看也没用。他们拍视频，然后单独传上去。他运用他自己发表，他拍了之后他发。相机安逸的嘛。他相他拍了之后发给他们。运用他们拍啥？拍了之后他还发他们每个人私人账号发到上面去，他自己他也可以发。哦。然后发到他个人的账号，然后他再。比如说比如说发他自己。比如说帕姐那些，比如这把那些，他们直接发他自己发。我明天走了。你每次都这样，我都来了三天了，那天就跟你说了。他每次都这样。他们要做的，电视剧。不，他是短片，几十秒钟，一分钟之内，他都是拍竖屏的，因为都是拍竖屏。他的竖屏就是抖音那种竖的，反正他全是拍竖。拍抖音不能拍横屏吗？横屏它不，抖音它是在西瓜块拍横屏，西瓜是不是和那个和那个头条，反正抖音全是竖屏的。我操！我希望你这种。你弄的抖音如果还在，作品还可以用。啊？他的作品还可以。安诺的嘛？好弄的呀。好弄的。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，第一次，我也不认识。我看过他的那个作品，挺搞笑的。
还有那种电影台词的嘛。哦。啊。他是在抖音上面的，都是在抖音上面的。啥子？哪个？他是阿罗胖子。胖子，女的吗？男的。他啥子？他是。他拍视频的。他的抖音好像是阿罗嘛，阿罗。我都前面看过那片。我错了。那之前看到了吗？二哦，做男朋友。哈哈。来，指着我，指着我，指着我。你要往那边走不走？走不走？我找我把空间。花钱，请你自重。就到这。三二一。指着我，指着我。花钱，没事。华姐，请你自重。我送给你100个牦牛。我怎么是这种人呢？200个。华姐，你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。哎呦！200头。啊，他是。他的作品刚才有点还有点像人，你看。他就是搞笑，哎呀，太短片了。嗯，哈哈哈哈哈。有点搞笑，他啥吧？太短片。他作品比较耍的。他作品都好耍的。我难过，可以啊。多少那个粉丝？多少钱？20万。嗯，20万。关注，已经关注。关注。你看他那个。阿罗，阿罗。等一下。200个的时候。他叫阿罗康巴，然后帮你抱上怀上嘛，没事。阿罗跟帕姐的话，作品应该比较好的。帕姐很适合动画，找谁？他们两个拍的如果在电影短片的话，应该比较搞笑。可能电影特色长相。对，他说他本来都是搞笑风格。啊。这种，然后再给200。怎么可能是这种？好，这边，这边。200个，对吧？对，200个，然后呢？200头。
可能要被攻击。要霸气点。我两百个。我现在就要说两百个吗？两百个。二三，八是两百个，就两百个，这三个字，差不多，八十，两百个，两百个，就两百个，八万个，两百个 ，hot， 少一点。这个效果跟这个差不多。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十盖的，一个是幺四十零，分辨率和完全跟定。两百。这个相差多少？这个手机10000多块钱，这个相机。我说那个像素相差多少？这个是1000多万，它是直播是幺四十零，分辨率没得的，这个是十 K， 一块屏八 K， 一块八 K。十 K 并且是两百兆最高的规格的，最高规格的那些。最高规格就是拍视频最高的。拍照也会，比方说5000多万。他们现在在群里面是拍的是吧？没有，我自己拍耍的。自己玩儿啊，拍去玩儿，然后拍了之后顺便发拍，我就拍了噻。因为还分人，还分人，还分人。郭靖。在这边打，然后。人都弄得干净。我转身就上300个，举高一点。是索尼打法吗？哎。索尼 A1。目前相机里面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了。小三。还是这个吗？索尼的。索尼的。假设对着那什么，是个镜头人家拍的好才行。我用不用谢谢，我前面是有尾部的，不用的。轻量百镜头，对不对？这个是5000到400。5060。哦，短的。短视频的话，这个14 Pro Max 也可以拍。对啊，可以。这个也是。对啊，一般个人那种就够了。对，拍视频的话差不多够了。专业的，专业这个是。拍人家这个可以拍电影了，对啊，像拍抖音那些没有必要要求那么高，就用手机拍就完了。对。本来你那个是不是吧？玩抖音都是娱乐。对啊。这个东西刚刚你跟我没有那么标准，差了一点点，差多了。那抖音要不了那么高级的。啊？我挺喜欢看他的，他标那个年号。他哪个？好搞笑啊，还是？你们这个人群的。对的，刚是七十五。啊？七十五。你想说我喜欢看他的片子，你从来没看过。他的片子吗？他的那个男的。阿桑吗？他叫阿若。阿若。阿若。我那个是抖音上有个阿若。若阿若坑巴的那个若。就是他吗？就是搞笑的很。不是，这是他。这才多少粉丝？我估计24000。这个就是他们俩。你在看吗？兄弟哟，兄弟哟，配不上。他配的搞笑，他配的。对。他全是拍的搞笑视频。对。他说你怎么可以要拍电影啊？啊，可以啊。真的。拍电影都不需要那么高的。别人把 HS3 的高，因为是视频里面。我不懂。那个只1万-2万块钱左右。真的啊？对。FS33 也就。啥镜头就是信号？信号不要。它专门视频。我那个是10万7。这个相机。15000多。10万7啊？镜头只是机身，镜头单个买。反正我加一套就12-13万吧。机身10万多。机身10万。那个镜头呢？镜头有贵便宜的，这个我是租的。
进口油。我自己买，我买的是相当于是买的地球买两个，我之前三个卖了。因为我买了个二，买了个镜头，找那个，我买耍了五个月，耍五个月之后原价卖了，他老板又收回去了。原价？他们那个镜头涨价了，我以前买的12600，他现在13500。哦，你他又？我又拿回去了，我原价拿给他了。他因为他又接个单子，接了10台机，10个镜头，他一个镜头要赚1000，至少赚2000万左右。哦。他想我们有点熟噻，他就你把那个卖给我，我说好，卖给你。反正我耍了就五个月了，原价卖的。镜头啊？镜头。那你现在这个镜头呢？现在这个镜头我租的，我自己现在只有两个镜头了。租为啥要租呢？你买呀？这个镜头我想买，我租第三次了。这个镜头它50到400，焦距很长。哦。我来考虑，有可能还是买。你之前它出来是9000多。后面最高是9000多，后面变成7500块钱左右降了。它不申保值这个镜头，它因为它的规格50到40里面只有它一个，你可以偏焦啊、偏飞行的都可以，它的用途很广。一般说你一个70到200的，那个是19000多买的，反正我耍了两三个月之后18000几没人卖了，这个就会变成几百块钱。耍镜头啊，那些降级是不基本不赔钱，有些还要赚钱。哦，那你们是行家。对，因为它镜头，特别是上海封城的时候涨几倍，像也不差三年子。像跟上海封城有啥关系啊？他那个物流那些买老货、啊，对，买老货，像那个。对，像有那个 HS3都炒了3万多吧，像也不差三年前，以前官方价是32000多，都炒了15万。也不差的，有那些都翻了倍。咱们拍视频的，镜头的都基本是翻倍。我那天公园里上看到一个人，他也是拍视频，他都买索尼镜头，他就换，他也买了1年多了，就他的卖还赚了4000多块钱。啊？他都不晓得，他那个是刚刚就上封城的时候涨价了。他就说的，镜头相机是比较保值的，因为它的产量就只那么多。这个太多了。军队它应该是都在那边。两个钱。五百块那里面军队几多？它的倍呢？500个。还是500？我不知道500。打算啥呀？就完了。对，下一周。好，3、2、1。耍那些你不得贬值，也不是贬值，就是贬的少一点点，比较保值。就是有时间遇到一种新牌的一些。要会，人家有新牌，人家会。对。我给我绕一下呗。我这个，天哪！你这是吃饭？他那壳子保护壳还可以。很多次才能那个玩满意那种。500个。再来一次。也可以这么干，也是受到大伙的学习，就像这样。最大光圈是多少？我们开店应该就这样。这个表，这个焦距这个太长了，这个表那个，我以前买了个50G 嘛，1.2的那个，那个就可以。但那个的话定焦了，我不怎么喜欢用那个，我喜欢用变焦的。
自动调交的吗？调交的吗？对，这个可以调手动，可以调自动嘛。晚上你没必要就用自动算了嘛。自动是哪个按钮的？我们有一个这样的。就你，我直接有自定义那个，自定义了。嗯，我们有这个。对啊，那个高启强，高启强。A 一应该卖的是最好，也不是最好嘛，应该是没办法，应该是。最顶了，对啊，这到顶了，是银行 Z9 那些完全都因为它那些都是用的索尼的什么，它的那个都有就是有残有减配那种，索尼它自己用的是最顶的，Z9 那些都是减的，就是像素各方面都比不上它的，肯定它的供应商都是索尼的，对，索尼尼康的那个。3, 2, 1一般要撇很长时间。3, 2, 1他随手，随手剪辑，随手重来。是你当演员还是剪辑？因为一镜头飘的次就时常憋死。那这样子，你拍电影，你拍电视剧，那样子不一样。那是就设备都不一样。设备都不一样。那就比如说像张艺谋拍的那些电影啊，那些他那些就是电影摄影，他用啥器材？其实用的都可以。就看他的要求，有专门电影机，有电这个有电影镜头，我以前买个镜头是也是30万块钱，那时候镜头还有电影机，镜头所以镜头有镜头有13万，他们是600定的，镜头都是12、13万，10多万吧。他钱，那种很长，他们也是我交给你，那个体育方面的，他说我嫁给你。他说我嫁给你。那一些镜头，像适马的一些镜头，有以前卖30多万的，现在还是可能还卖20多万嘛。三镜头，镜头都就是镜头那头，有几十斤重，20-30斤重。哦，20-30斤重的镜头。你说要包，很包。没事。专业的那种，它是编制的好多。有些像一康，有些镜头，到现在还是升值。因为它照的，它的产量很少，它每个都是编号，它因为它产量很低，它不编制，它光学变焦镜头它不存在的。那你比如说你在日本就买沙罗斯那个吗？一样的，我们那些东西都便宜嘛，有些还大部分还便宜。我明天就要走了。